什么？那一台那个这个刚好有这个，刚好有救护车了，好恐怖哦！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一个男生他闯红灯，已经红灯，他还一直骑，之后这边有车子过去，他只好撞上去。你有这个有录下来？我录下来，回家你帮我看。哎呦，哦，好搞笑！妈咪，刚刚好。还可以去卡包去哪里？